其實一開始嗰幾日係驚嘅啫，即係你會淨係 focus 喺自己嘅感受，係覺得好驚，好驚我自己會中啊咁樣。但係之後就因為你就見到個個人都係同你做一樣嘅嘢嘅啫喎，個個人都係暴露喺呢個咁大嘅風險嘅地方嘅喎。咁淨係你一個人驚咩？淨係你一個人危險咩？其實唔係啊嘛。Melody 早晨有意思，你好，我是 Jenson 林振前。早晨你好，我是 Vivian 温慧欣。好啦，嚟到今日嘅 Melody 掌声有请啦。嗱，今日呢一位主角咧，咁其实本身咧就系从事呢一个影视制作方面嘅工作嘅。咁啊，但系咧，佢除咗影视嗰边做得好出色之外咧，佢经常都会去做义工。佢之前咧比较专注喺一啲保护流浪猫狗之外咧，近期咧佢就喺一啲疫情比较紧张嘅时候咧，都有去到前线嘅行列咧系做义工嘅。马上掌声有请。我哋今日嘅主角 Jace Chong，Jace 你好，你好啊，Vivian 你好，Jason 你好。嗰陣時其實係 MCO 2.0嘅，咁嗰段時間我就失業啦，冇工作，因為我哋影視行業都開唔到工嘅。咁預期喺屋企冇嘢做，咁我就去諗住想投入一啲工作去幫助一啲需要幫助嘅人啦。咁其實一開始咧，我係去翻我不嬲去 volunteer 嘅機構，即係去派飯俾嗰啲窮人啦。睇到好多報道就講到嗰啲前線醫護人員佢哋好辛苦啦，因為就嚟頂唔順啦，咁就喺度諗，如果可以幫助佢哋，即係減輕佢哋工作少少都好，咁都係一個幫助嚟㗎啦。咁就喺一個機緣巧合之下，就見到一個係 KKM 嘅招募行動嚟嘅，即係直接去到呢個醫護人員嘅前線嗰度幫手，咁我就即刻報名啦。我其實第一日去到嘅時候咧，其實佢係分配我去一個除咗係評估中心之外，佢亦都係 swab test center 嚟嘅。嗰啲已經確診嘅人會嚟到現場，咁樣會做一啲 check， 咁佢係咪健康啦，係咪可以搏東嘅楞啦咁樣嘅嘢啦。嗰一日去到嗰度係好震驚嘅，因為佢第一件事派我去做嘅咧，就去做 swab test 嘅醫生嘅旁邊嗰個助手啦。嗰、那個醫生篤咗嗰支 test 嘅嗰支棍之後，我就幫佢剪剪咗之後放喺嗰個試管入邊，然之後將佢封起嚟寫名咁樣嘅嘢啦。其實嗰陣時係驚嘅，因為負責人同我講啦，其實咧我哋係需要人係幫手做 swab test 嘅。咁你今日练习下呢一个岗位先啦，咁你迟啲做熟咗咧，你就系做嗰个帮你做 swab test 嗰个人啦。佢就讲，因为而家咧我哋唔够医生啊，咁其实最近嗰个 WHO 咧都有宣布咗咧，如果系一啲工作人员系有训练之下可以做呢件事嘅咧，就可以做 swab test 啦。其实真系好担心，但系觉得 OK 啦，就如果你派到我做呢件事，我就去做啦。咁点知嗰日之后咧，就收到电话讲，其实我哋另外一边啊需要人啦，嗰、那个就系 CAC 暗崩啦，政府中心啦。前面嘅几日咧，我系去登记处嗰度做嘅，即系将佢哋嘅 appointment 嗰啲人名单啦，同埋嗰啲 walk in 嘅人报名啦，将佢哋 register 入去个 system 入边啦。之后佢哋就发觉到，其实仲更加需要人嘅咧，就系嗰个 data entry 嘅部分。咁样就觉得我比较熟手做电脑嗰啲 document 嘅嘢啦。咁我连续落嚟嘅一个礼拜半咧，都系喺嗰个 data entry 嗰度做噶啦。其实一开始嗰几日系惊嘅啫，即系你会净系 focus 喺自己嘅感受，系觉得好惊，好惊我自己会中啊咁样。但系之后就因为你就见到个个人都系同你做一样嘅嘢嘅啫，个个人都系暴露喺呢个咁大嘅风险嘅地方嘅啫。咁净系你一个人惊咩？净系你一个人危险咩？其实唔系啊嘛。所以嗰阵时多几日之后咧，就慢慢适应咗嗰个情况，就冇咁惊啦。咁嗰个 focus 就喺点样帮到大家咯，点样更加有效地去做嘢，咁样帮助大家去减轻大家嘅工作咁样啦。就觉得唔紧要啦，即系照做翻所有嘅 steps 啦，即系所有嘅防护措施你一定要做晒，做晒之后就冇再去谂佢啦，就系、是。專注在做工，因為我的初衷都是想幫助他們嘛。整個體驗其實即你遇到的事開心也好，不開心也好，或者委屈也好，都是一個過程，我覺得是很值得的體驗咯。
其實我過去那裡幫手呢，所謂的幫手其實是幫他們拍一些影片，因為其實在年頭去做義工的時候呢，他們又知道我是拍片的，那那陣時我就幫他們拍了一條片，是給那些來這裡的病人知道啦，來這裡有什麼步驟的，要做些什麼，就是省了他們那麼多時間去解釋你來到這裡應該怎樣做啦。他開始打疫苗的時候，我亦都幫他做了另外一條片，是專給醫護人員看的，打疫苗的時候應該要做些什麼什麼這樣。我去那裡的期間，我感受到其實他們的編排是編排得挺好的，我真的很希望他們順順利利地可以幫很多很多很多人打疫苗，我們的疫情會快點好轉啦。我就覺得我們是活在一個互相依賴的社會裡面的，當社會裡面有某些部分有些人受苦的，或者有些人受到委屈的時候，其實你說不關你事啊，我都不認識他，但是某程度上它慢慢都會影響到你的，即係佢好似一個水波咁樣，即係嗰啲漣漪咁樣啊。如果我哋大家有多餘嘅錢啦，或者係時間啦，或者係一啲能力啦，你覺得可以幫到人哋減輕其他人或者係其他生命嘅痛苦咧，你覺得如果冇傷害到你自己嘅收入或者你自己嘅生活嘅情況之下，其實係應該去幫其他人嘅。咁其實當我哋去幫助人哋嘅時候，咁我哋做嘅嘢咧，其實都好似呢個水波嘅效應咁樣，到最尾都會幫翻我哋自己屋企人同埋我哋自己嘅。所以我係希望大家有時間有能力嘅話，多啲去關注一啲需要幫手嘅人或者係生命咯。如果你話想從呢個喺疫情期間啦，幫一下醫護人員啊，又或者喺呢個疫苗中心度去做啲志工嘅一啲工作嘅話咧，咁都有一個網站大家去參考一下嘅嚇，就係、是、呢個 www.myvac.com.my， 咁啊就可以上去了解更多啦。因為咧佢係同我哋嘅呢一個KKM 咧係有合作嘅。如果你登記咗，咁去睇下你哪些人適合的，他就會分配在不同的一些領域去做這個志工，去幫手一下這樣。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考一下。好，多謝曬，我們非常之多謝今天我們的掌聲，有請我們這位志工 Jay， Thank you， 多謝曬 Jay， 多謝曬 Jensen， 多謝曬 Vivian， 你們加油啊，你都是啊，加油啊。